嗨，大家好，我是开心人妻桑桑姐，祝大家新年快乐。那在开售影片之前呢，记得要先订阅我，并且开启小铃铛，你才知道每次上传影片的时候收到通知哦。过年期间最适合到各处去吃喝玩乐。好，所以今天要带大家呢到台北市的士林区这一家哦连锁的日式料理餐厅百八鱼场，带大家一起来吃好吃的日本料理哦。我们现在要开始来点餐咯。每一个桌子旁边呢都附设有一个 pad，可以让你选择你喜欢吃的餐点。如果你想要吃生鱼片，想要单点，我们就点到生鱼片的地方。哇，你看好多好好吃的单点的一些食物。想点饮料就选择饮料的栏位。好，选择之后我们就把它送出。看起来好好吃的鳗鱼饭，还有很好吃的海鲜冻饭，哇，非常新鲜哦。还有非常香酥好吃的唐扬鸡块，非常厉害的超大战斧猪排。